请看下册798面第五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25。在前面给诸位介绍过经题，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是品题。大义法师在注子里面注解的很详细，我们读这一段这个注解。首先说明菩萨得名的由来，为什么他叫观世音菩萨。悲华经云，过去三提难见，善持戒中，时又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经，夜夜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如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如为观世音。那么这是说明菩萨了得名的来由。那么可见的得名呢，确实与菩萨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这一段文里面都是叙述菩萨在过去世中因地的本事。最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发菩提心。后面这个愿呢，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发的是这个。菩提心是我们修学的根本。佛在大经上常常教我们，不发菩提心，或者是忘识菩提心。菩提心我们发了，发了怎么样呢？发了忘掉了。这种情形呢，可以说太多太多了，把菩提心忘掉了。菩提心是觉心，我们在境界里面一念迷，菩提心就忘掉了。忘失菩提心，修一切善法了，皆为魔所摄持。你们想想这个东西严重不严重？所以讲到学佛真难啊，有几个人呢这个心是安住在佛道上，安住在菩萨道上。如果我们把心真正安住在菩萨道上，就是说不摄菩提心，给诸位说修行正果也不过是三五年间之事，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就是心不在道，时时忘识菩提心。那么对于菩提心，我们在此地也得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我们这个讲堂不仅仅是诸位在此地听经，你们看到我们现场录影，这个录影带马上就要寄到国外去，在国外流通的很广，所以我们会想象到有许许多多人要看这个录影带。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楞严，这是引用楞严经上说，菩萨自成云，这就是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
耳根圆通章，这第六卷啊，《楞严经》的第六卷，说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蔽如来受我乳患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为，四不思议，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受记我为观世音号。那么这是说明菩萨得名啊，第二个因缘是由于他供养亲近观世音佛，与观世音佛同愿同行，蒙佛受记，他叫观世音菩萨。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圆音法师讲义第879页，如果诸位有圆音法师的讲义可以参考。大义法师注解普门品引用楞严经的文呢很多，所以呢我们在黑板上将这个楞严经一段重要的经文特地写出来，供给诸位做参考。那么下面这些话都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世尊，这是佛问圆通，观世音菩萨对答释迦牟尼佛，称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世尊。意念我习，也回想我在过去生中，这不是过去多少年多少月，是在过去生中，无数恒河沙劫，菩萨记忆力太好了。我们呢过去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都想不出来，他知道前生的事情，不但知道前生呢，知道无数劫前生的事情。我们想不想知道？当然很想。能不能知道呢？给诸说能。如果你要会用观世音菩萨这个修行的方法，你依照这个方法修，我刚才说过了，不要几年呢就成功了，但是决定不能忘失菩提心，这是关键的所在，要念念不忘啊，决定有成就。一天24个小时，那个菩提心呢才现几个刹那几秒钟，那有什么用处呢？啊，没有用处。甚至于不学佛的人不谈，我们讲真正已经出了家了，天天在受持圣号受持经典，这一天当中能有几秒钟发菩提心，我们不要论一分钟，我们就问你有曾经有几秒钟啊，你这个心是菩提心，那我们谈什么成就？念念都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这个修法我看再修无量阿僧祇劫之后，我们还是现前这个样子，不会有进步。这是我们要认真警觉的。我们把文念下去，说于是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就是他亲近的这尊佛。我与彼佛发菩提心，你看看在此地又看到人家发菩提心，刚才在悲华经里面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上啊，第一句也是发菩提心。彼佛教我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经文到这里是一段。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跟诸位谈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发心。在前面我们在经题里面讲到这个法这一个字，法是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法门，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纲领：众生法、佛法、心法。我们不必再重复地讲，最重要的就是心法。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大乘了义经典全都是说的心法。悟心法，这个心法就叫佛法；迷了心法，那个心法就叫众生法。三法原本就是一法。那么菩提心呢，就是这个心觉悟，换一句话就是佛法。菩提心就是佛心，这是修行正果的因地心。学佛的同学都听说过古人给我们讲，因地不争，果招于取啊。我们无量界修行到今天，现在得的是这个果报。什么道理呢？应该懂得，那就是因地不争。我们常常把菩提心给忘掉。菩提心在大经里面，像《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是直心，第二个是身心，第三个是大悲心。其实这个三心呢，也是一心，以直心为本体，身心是自受用，自己的享受，大悲心是他享受，他受用，就是我们待人的心，我们对待别人，对人对事对物是要用大悲心，对自己呢是要用身心。注子里面注的很多，怕注越看呢越迷惑，越看呢越看越深，看不懂啊。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直心呢就是平等心。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啊？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即使平等过，都是不平，总是我比别人强一点，总是那些人啊都不如我。这是凡夫心啊，是分别执着妄想，那是迷不是悟。觉悟了，万法平等。我们前面也说过，佛与大菩萨境界当中，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唯有直心才能够证得这个境界，才能入这个境界，才能够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这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心。本心本来是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失掉，佛劝我们要发，但是刚刚第一刹那发了，第二刹那就不平等，就失掉了。菩提心呢，是以这个为基础，如果没有执心，身心跟大悲心都没有。诸位不要以为，哎，他虽然是对人不平等，但是那个人很慈悲嘛。诸位晓得，那个慈悲呀，那是爱缘慈，众生缘慈，不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大慈悲心。
因为大乘佛法这个大慈悲心啊，是从执心里面生的，或者说身心，我们也很清净啊。小乘阿罗汉、毗支佛、全教菩萨，那也相当清净啊。见思烦恼都断尽了，那难道不是身心吗？这个要不是。声闻缘觉根本没有菩提心，所以在楞严会上啊，说他们是外道啊，阿罗汉跟毗支佛都是外道啊。这个外道叫门里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不是佛教之外的，是佛教里面的外道。为什么叫他外道呢？他没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啊，还是心外求法，所以叫外道。可见的问题关键就在菩提心，我们要特别重视它，不是说天天念过就算了。我们无量劫以来，哪一生哪一世不念呢？念了有什么用呢？从来就没有认真发过。真心就是清净心，所以我们自己受用，自己享受，享受什么？心地清净，这是最高的享受啊！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如果心清净，这是一味的享受，这就叫正定。这种享受叫正受，这个享受对一切境界来讲呢，就是一真法界。在天堂，你没有落受，你心清净；如果你有落了，你心不清净，失掉清净。在地狱里面，你都有苦，那你心不清净。如果是清净心，在天堂跟地狱是平等的享受，他都不接受我，这叫真正的享受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三昧呀，你看这个前面这月王菩萨啊，幕后这一句经文里讲，华德菩萨了，得法华三昧，三昧就是正受。那么我们现在所受的呢，都不正常，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五欲的享受不正常啊！你说反复的享受啊，虚妄不实的享受，不是正常的，不是真正的享受。那么几个人能懂得这个境界？几个人能够认得这个好处？这是执心所起的作用，所以你心平等，你的享受，自己享受一定是清净。对待别人啊，待人、待物、待事，必定是大慈大悲啊，所以无缘大慈，无缘无条件的同体大悲。同体的意思，今天你就看出来了。一切万法都是一心所变现，它怎么不同体呢？华严里都说得好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是哪个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己一心变现出来的境界。如果你不迷，这一切境界都是佛境界，你要迷了，才有十法界，才有无量无边的法界。那么这是菩提心最简单的解释。不发心，没法子修啊！不发心啊，佛菩萨不能教你。换一句话说呢？佛菩萨想教你，你程度不够，你的条件没有具足。譬如我口渴，我想问人家要一杯好茶，
不但解渴，而且还可以享受一番。可是我们自己连个茶杯都没有，人家有怎么办呢？没有法子给你呀。至少啊，你自己要带一个茶杯呀。所以佛法讲法器，你自己要具备法器的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发菩提心，正发菩提心。诸佛菩萨常常啊就来找你了，为什么呢？哎，你不资格，你可以学大乘佛法，而且你这一生当中必定成就，诸佛菩萨哪有不欢喜的道理啊？生生世世劝你，你都没有真发心，都没有真回头，这一下真发心真回头了，你们想想诸佛菩萨多高兴。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都遇不到佛，遇不到菩萨，没有这么好的因缘。佛菩萨时时刻刻环绕着你，照顾着你，即使你回心转意，他就现身。你要是还是念念都是迷惑颠倒，他现身也没用处啊。不但没有好处，还有坏处。那为什么呢？增长你的邪见，增长你造罪业的机会。诸位能够从这个地方体会得到，才晓得佛菩萨真正慈悲。那么底下一段呢，这就讲到供养，供养我们后面会讲到。供养啊有两种，一种是身供养，我们亲近陈思，就是替他服务，这是一种供养。第二种啊，那是最重要的发心供养，发菩提心，依教奉行，这叫真供养。你看《华严经》里面讲赞叹这个供养的功德，那真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华严经里面有一品专门赞叹发菩提心，初发心功德品。那么这个经我们过去讲过，那么有了因地心了，佛菩萨来照顾你，就一定教给你修行的方法。那么讲到修行方法，这就是修三会。教我就是观音菩萨说的那个古观音佛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我们初学的人呢，往往就把这个文思修三个字错解了。闻是不是我在这里跟诸位讲，你们在那里听，这就叫闻了呢？一面听啊，一面在那里想啊，想这个道理，是不是叫思了呢？给诸位说，那你就全都错了啊！你在那里打妄想啊，闻会这个三会啊，难得。为什么难得？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只给你讲什么呢？讲戒定慧，讲三学，你可以修学的。我们出去的人可以修学，三会没有资格。你想想看，这个文思修叫三会呀，我们连定都没有，哪来的会呢？这个定不是普通的定。连声闻缘觉的定都不行，菩萨所修的大定啊，定当中啊开会。其实小乘人到四果罗汉九次的定成就了，可惜的是他住在定中，他不愿意啊把这个定的境界舍弃，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
他果然发心不住这个定境，再要向上提升呢，那这就叫发菩提心。所以说回小向大，这个时候他有慧，这个往上一提升就是慧。而这个慧里面，佛菩萨一定来教他，这个慧里头有闻慧，有思慧，有修慧。可见的这个慧的层次，我们讲楼房吧，那是第三层啊。第一层呢是学戒，第二层呢是修定，第三层呢是开慧啊，而后才有闻慧、思慧、修慧。这个呢是一种修学的纲领。大乘佛法里面修学的总纲领，小乘修学的总纲领是三学戒定慧，大乘修学的总纲领就是闻思修。小乘的目标是证得偏真涅槃，大乘的目标是入三摩地。三摩地是什么？在《楞严经》里面讲，就是楞严大定。在我们念佛这个法门里面来讲，就是理一心不乱。名称不一样，它是一桩事情。在每一个法门里头说的名称不相同，同样一个境界。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示现的，这是讲他过去，他依照观音佛教给他这个方法，这个纲领，他修学，证得楞严大定。在菩萨地位上，《法华》与《华严》都是语言教。那么他是在什么位次的菩萨呢？《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他是初入三摩地。那么换句话说，他是语言教初住菩萨。在《华严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就不是初住，境界已经提升了。那么在《普门品》里面所看到的，菩萨没说他的修行，只说他度众生的大愿大用。那么当然他已经成就了，他自己要没有成就，怎么能够从提其用？说他了，自己已经入三摩地了，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了，他还没能教化众生，还没能发挥它的作用啊，它证如的境界还浅。如果说它普度众生，那它证的这个位次必定甚深甚深。所以这三经后看，才能对于观世音菩萨有啊真正的了解，有啊相当的认识，才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如何给观世音菩萨打打交道。所以对于教理绝不能够疏忽，一定要认真去研究。那么既然讲到闻慧了，闻是什么呢？是讲呢耳根当中的闻性，是以闻性闻如如之理啊，也就讲是真理。这个方法立刻就起实觉的妙智，像起心论里给我们讲本觉实觉，这个实觉
给诸位说是正觉，就是经上常常念到的摩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十觉至现前就是正等正觉，开始显现出来了。闻是说这个意思。什么叫思慧呢？思慧就是你正觉的观察，绝对不是意识性。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教导我们摄食用根。食是什么？心意识。禅家参禅叫立心意识参。禅家那个手段多半是从什么？从这个意根，就是意根的根性。也有啊，用这个都摄六根，用这个方法。观音菩萨呢，他是从闻性上下手。凡是用六根根性，必定成就。你要用六识，用意识，用摩那识，那就糟糕了。不管你修的哪个法门，都叫凡夫行。众生法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这是我们要记住。用这个凡夫心，就是用心一时，只有一个办法，还有救药，那就是念佛法门得以往生。那所以这个法门呢叫难信之法了啊，因为所有经论大小乘都没有这个说法，哪有待业的啊？只有这一个法门，但是这个法门呢，也要把这个理路啊搞清楚，不要自己误会了。为什么呢？我们在过去生中跟菩萨一样啊，他修了无量劫，我们也修了无量劫，他已经成佛了，我们还在当生死法。原因在哪里呢？他曾经回头过，我们是从来没有回过头。不但没有回过头，我们就是念佛也没念好，也是盲修瞎练，生生世世都盲修瞎练。如果你要是不盲修瞎练，你早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尊称你为诸上善人了。你已经成了大菩萨了，你怎么还会跟我们坐在一起呢？可见的，你那个佛没念得好啊，就是说功夫成片都没有念到，没能够往生。这一生我们又遇到佛法了，假如还是盲修瞎练一通，这一生呢又空过了，像过去生中一样。来生的境遇可能还不如今生，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不认真怎么行呢？要认真，先要把理论搞通啊。我们费这么多的时间，费这么多的精神来研讨弥陀经疏钞，目的何在？无非是想把这个道理方法境界搞清楚，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不要空过了。疏钞讲一遍四年呢，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带啊，一次录一个卡式录音带一个半小时，我们现在这个带子已经有325个了，经还没讲完。所以要晓得我们目标之所在，可见的这个念佛法门也不是那么想象那么样容易啊。说它是易行道，说它容易，是比其他一切法门容易，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呢？其他的法门要成就，必定是戒定慧
闻思修入三摩地，你也必走这个路子。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这个里头没有待言。那么这个路入三摩地呢，刚才讲了，就是理一心不乱。那么净土之意，意在哪里呢？意有待业往生，有凡圣同居土。前面也跟诸位说过，那都要有观照的功夫，佛号念的才能得力了。那么说到我们观音菩萨有求必应，念观音菩萨圣号也要念到业心不乱呐、啊。那个业心不乱跟弥陀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有事业心，有理业心，有功夫成片。与菩萨感应道交，有求必应，最低限度要念到功夫成片，到这个时候有求必应。那我们要问了，你求什么呢？到这个时候你有资格跟他交上朋友了，打上交道了啊，观音菩萨，我现在有个事情，麻烦您帮助帮助我啊，他一定答应。这个时候你要是求世间的功名富贵名闻利养行都求得到，他都会帮助你，那就太小儿科了。求什么呢？求成佛啊，求成菩萨，不求这一，要求求大的，哎，不求小的。诸位果然在这个地方要明白这个道理，信心启发了，你这一次观音佛起就没有白打了。那么对你这一生的修行，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应当要好好的把握住。所以四慧眼，简单的说就是正知正见，正等正觉，正知正见，也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佛知之见。参禅要立心一时，教下也要立心一时，不立心一时不能够大开圆界。念佛也要立心一时，不立心一时不能得理业心不乱，但是可以得事业心，可以功夫成片，所以念佛好就好在这里。那么禅与教如果不立心一时，不能了生死，没有办法超越轮回。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的殊胜。我在美国讲经，我不投其所好，哎呦，他们喜欢禅喜欢密啊，我禅的东西讲了不少，密的东西拿来我也能冒充行家啊，我不讲，我专讲净土法门。为什么呢？去次机缘不容易，不去则已，去就说真实法。有没有人接受呢？有很多人接受。原来学禅学密的听了我讲几次啊，他们那个心都动摇了，都要修净土了。你看这好现象啊，可见的真实法的时候必定有人接受，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什么叫修慧呢？修慧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了，问熏问修啊。菩萨在楞严上啊，这个问熏问修上还加一个幻字，受我如幻，幻这一字就是三轮体空，这非常重要，要即相立相，决定不能住相。为什么呢？一有住着，那就不叫梵文了，不叫做内照了，心啊又跑到外面境界上去了。这个功夫非常的细密，念念要回光返照。楞严上讲的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所以你要懂得梵文，这是功夫的诀窍。
可是刚才说过了，那个条件是在菩提心，你没有菩提心，你烦个什么闻？反过头来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你往外攀缘是妄想分别执着，往里面攀缘还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归根结底，菩提心太重要了。菩提心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啊！真心是平等心的，利一切相，即一切法，要在这个里面去修。那么这个修慧所生的功德不可思议，那就是智慧呀，心情。这个智慧心情对内，就是楞严经讲的解六界，破三空，这样自己才能够证得楞严大定，才能够入三摩地。所以三摩地就定慧一体。六祖大师你看在这个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坐禅修定，他那个坐禅咱们得搞清楚啊，那个坐禅不是在那盘腿打坐，这叫坐禅啊。六祖讲的禅，六祖是从金刚经上开悟的，所以他所讲的东西都离不开金刚经，在金刚经上都找到依据。什么叫禅呢？不取于相，就是禅。什么叫定呢？如如不动，就叫定。那么坐禅，行住坐卧，只要你心不向外面攀缘，在一切境界如如不动，都叫坐禅。啊，不是说坐在那里，坐是什么？坐是最稳当的，不动啊，他取这个意思，是我们心在一切境界里面都如如不动。这就叫坐禅。六祖这个说法固然是以金刚经上找到理论依据，六祖之前我们在经典里能不能找到这个修行法呢？给诸神有四摄华严里面五十三参呢，善财童子参访玉香长者，他是修禅定。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了，他禅定到哪里修了？到市禅，古时候的市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市场，百货公司最热闹的场所。他不是到那个地方去盘腿面壁坐着给人看，不是，他去逛街，看看这样也看看，那样也看看，这叫修禅定，这叫坐禅。百货公司常常去看看。晓得什么呢？晓得科技的进步，现在有哪些东西新产品啊？这是开智慧啊。哎，你一问起我，我样样都知道。可是呢，我绝对没有那个心呢。哎，看到这个稀奇啊，我要想买的时候，那动心了，动心呢，定没有了，产业没有了，样样都清楚，是智慧。法法里头见如如不动，这叫禅定。所以普通人到百货公司看的时候，那个诱惑力太大了啊，心里稀奇东西，后面心里都动心了，那是凡夫啊。一个修行人说呢，哎，也跟普通人一样，一样去看这个点头，那个很好，他不动心，那叫修禅定。所以坐禅在那个地方去坐，不是去找一个人迹不到的地方到那里去面壁，不是，那是小乘人修禅定啊。菩萨修禅定不如是啊，哪个地方热闹到哪儿去，这叫修。修什么呢？修我们的妄想，修我们的分别，修我们的执着。我们在一些境界里面起心动念了，那就是病，要把它修正过来。在一切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修慧。念佛这一句佛号，就是在当你自己守不住的时候了，心被境界所转，就是在境界这个起心动念了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提醒自己，怎么又迷了啊？这个佛号的意思是南无是皈依，
归是回头啊，我被境界迷了，在境界的起心动念，从那个迷里头赶快回过头来。依什么呢？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觉啊，阿翻成无，弥陀翻成量，佛翻成觉啊，无量是一切法，这个境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境界里面，我们都要觉而不迷。你懂得这个意思，这个佛号就是观照，所以它是唤醒我们的迷惑，唤醒我们的颠倒啊！不是一昧呀，念这句佛号，哎呀，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你就保佑我。你看我天天念你啊，我对你这么好，我有难，你应当来救我。你这么搞法就错了，那就迷信了，那变成什么宗教了啊？所以告诉各位，佛教不是宗教。宗教都是感情的，宗教都是迷信的，宗教都是要靠他的，自己无可奈何，要求他来帮忙。佛法不是，佛法是叫你靠自己，叫你自己要觉悟，自己果然觉悟了，连那个各宗教的教主都要来拜你做老师。为什么呢？他的问题还解决不了了，他必定要来求你。所以我们得认清楚佛法本来面目，它是智慧的教育，智慧的教学。对内有这么大的好处啊，这是讲自利，佛法的自利啊，解六界，越三空，破五阴，超五浊，全凭三慧。这个三慧它的总名称就叫做根本智，你们在经上常能看到的，又叫做无分别智。三慧都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对内的，对外呢那是叫大慈大悲，是厚德智，是为他受用的。我们现在个颠倒错乱什么呢？把他受用的当作自受用，自受用的没得了，这才变成生死凡夫啊，才变成个做可怜悯者啊。那么下面呢有一段经文，这是讲呢就文思修三会了，你看他是怎么个学法踏入三摩地了。请看经文，初于文中，这一句四个字就是三会里面的文会，文会只有一句啊，我这里有三个段落就是三会。那么从入流王所到空所空灭这一段呢，是四会九会都包括在其中，生灭寂灭寂灭现前，这是讲境界的，这就是入三摩地。所以我们自己要晓得境界，一定要知道自己达到这个境界，晓得好像我们走路一样，我们先研究地图搞清楚了，到达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寂灭现前这个境界，你是念佛人，是有念佛功夫达到的，你自己很清楚，你已经证得理一心不乱了。自己证得的境界不需要去问别人啊。特别是在末法时期，在佛在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你要去请教别人，别人把你路指错了，你不叫冤枉吗？本来你走的是一条正路，你自己不相信去请教别人，他指一个邪路让你去走，那就坏了。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境界，那就是多多的读诵大乘经典啊，
佛教给我们，佛灭度之后，我们依法不依人。法就是经典，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里面的理论与方法。经典当中所给我们讲的境界，那么说到功夫，就在入流这两个字。那么文中前面讲过了啊，这是文慧，决定不能错用了性子，不要把六十里面的二十当作文慧，那就错了。不能把第六意识，善于分别思维想象的，把它当作文慧，那也错了。那就变成因地不正，果招欲取。所以它不是二十，也不是意识，二是二根的根性，六根根性啊。文性佛在楞严经上虽然没有讲，但是他讲过见性啊，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涉凡显见，你懂得见性了，你就懂得文性啊。因为什么？性是一个，原以一经名啊，分成六合合啊，所以这个六根的根性呢，只要取一种说明就够了，其余的粗类旁通。那么功夫呢，就是思修了，思修啊，就是入流，入流就是反照，观音菩萨所讲的反文，反文文字性，入啊是反，向内，不向外。向内呀，完全是以智慧为基础。观智啊，它是能如；耳门呢，是所如。换一句话说，他用的功夫，我们在此里做一个简略的说明，因为这是讲原理。这个原理懂得了，不管你用什么功夫，都用得上，都能帮得上忙。耳根呢，它的对象是音声。当你听到音声，怎么个反闻法呢？开头说实在话，还是要用分别心啊。为什么呢？你要不用分别执着，那你跟观音菩萨同一仇类啊，你不是凡夫啊。你的成就三年就可以证到三摩地的果位，你不是凡人。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观照照住到照见，要走这个路子。观照照住都是用意识心，这是焦光大师跟长水他们注解楞严经的所以上新旧两派那个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救助都是依据天台的思想，天台止观，用天台止观修行方法是用意识心，而焦光大师呢，完全用楞严经本身所讲的方法啊，就是说的这个奢摩他三摩禅诺，这是用根啊，那是一乘的修行法。用意识心呢，一般叫什么？三乘的修行法，大乘的修行法，我们在中国禅宗也能看得出来。六祖大师他的这一个方法，就是从大摩祖师传来的这一个派别，是学识用根，所以他戒淫的根性是上上乘人。神秀大师当时在北方戒淫的大众是大乘人，可见的大乘人还是用的心意识，上上乘人舍识用根。无论在禅在教啊，甚至在净土都是一样。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舍识用根，
那么我们就用第六意识，从观照的功夫下手。那就是什么？当我们听到音声的时候，不论什么音声，你听到之后是寥寥分明，寥寥分明就好了，不要再去执着了。因为什么呢？你用了第六识嘛，寥寥分明嘛。一执着的嘛，就变成第七识，那就跑得太远了。这个时候就回过头来，像禅家功夫一样，去研究，去思维。能闻的是谁？谁能闻？比如人家赞叹你，你马上回过头来，能听到这个声音的是谁？耳听到的吗？识听到的吗？心听到的吗？你往里面去用功夫去，那么外面那个赞叹呢，你也就不生欢喜心了，你就不起烦恼了。人家骂你，你也听到这个声音，哎，能闻的是谁？你把那个骂的人的话都忘掉了，你也不生烦恼了，你也不生气了，用这个功夫。啊，我们念个佛号，哎呀，能闻这个佛号的是谁？用这个观照功夫，这就是觉，这个就是本意。不随外境流转，把外面那个境界通通转变为自己内照的功夫，这叫梵文，这叫入流。所以这个梵文入流思慧修慧都在当中。可是诸位要记住，当你向内内闻的时候，你还在那里提个疑情，能闻的是谁？依旧是意识心。这个功夫如果用在念佛上，可以到四意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有把握。但是要证理一心呢，不行，那功夫差得很远。可是如果到你得到四意心了，再往上提升到理意心，把这个心意识舍掉，不用这个心，那么提升是相当快的。所以这个我们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能够证得，这是属于智光内照。入流就是与本觉相应，这叫后觉啊。所以妄所，所就是刚才比喻，你比如你赞叹你的音声，回报你的音声，你怎么样呢？忘掉了，比如说没有注意到了吗？你整个这个意识的时候都集中在梵文，集中在内照去了，不向外攀缘，把外面境界忘掉了。这个忘掉不是说外面境界你不清楚，你真的把它忘掉，不是，这个忘是个比喻，就是外面境界已经不取相，在《金刚经》里面讲，不取与相。不取外面境界相，把外境全变为智慧，向内去照去，用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的时候，只要你用的稍稍得力，那么我们讲念佛的功夫成片，待业往生的确不难呐。单单讲用这个功夫，就是功夫成一片，待业往生，给诸位说，我们从一个初发心初学的人用上3年功夫，真的能成就啊。可是啊，你不能失去观照啊，你要失掉观照的时候，那3年就不能成功啊。就是说人家赞叹你，你还欢喜，你心往外跑，人家回报你骂你，你还生气啊，你心也往外的跑啊，就凡夫所以说就心往境界上跑啊，这很苦恼的事情啊。学佛的人的功夫什么呢？他心不往外面跑，他能守得住。观照啊，就是把心收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不但佛法里面叫你收心呢，
连儒家的学问上也讲究这功夫。啊，你看孟子所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放在外面吗？放在六尘境界上。这就是我们佛法常讲的说，留仪于六尘境界，把这个收回来啊，这就叫学问了。儒家做学问也讲这个，但是呢，他没有讲到更上一层。佛法讲观照，求其放心，这是跟观照功夫是一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讲照住，照住是讲修定，儒家有啊，但是讲照见呢，儒家就没看到了，所以他的境界相当之高啊，依儒家的修行法也能到四义心不乱的这个境界啊，但是他没有回向，没有求往生。他要一回向往生呢，那就往生不是凡圣同居土了，这是方便永土。那么由此可知，儒家学说的基础我们不能够忽视啊，因为中国佛法是崇尚于大乘法，大乘法必定要以小乘为基础，这个大乘讲三会，你没有三学你就没基础，那个三会那是戒定慧之会啊，你没有那个会谈什么文思修，所以它是以小乘为基础。小乘到中国来行不通，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代替了啊，儒家道家的学术思想修持的功夫不在小乘之下，在心在愿比小乘大得多啊，这功夫呢相当于小乘，但是他的愿力啊与大乘呢不相上下，所以大乘佛法特别能够在中国发扬光大，确实得力于儒道的基础。这个道不是道教，是道家。有这样的基础在啊，大乘佛法一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不通了。那么这是我们应当明了的。这个妄俗在六劫里面呢，第一个劫就解开了，就是动啊，因为人在这个境界里常常用这个功夫啊，他心地清净，外面无论境界顺利好像都与他不相干，他自己的心很清净，常住在清净当中，这个时候的境界非常好。在佛法里讲，就是第一个得到的清安啊，但是注意，这不是禅定，距离禅定功夫还远得很啊，这是你刚刚得到的一个好境界，就是你心啊不为外面境界转了，你心得清安了，无论是顺境逆境你都能够处置泰然。那么先清净呢，这个净也是个戒啊，这个戒要不解开啊，也是个麻烦事情，所以啊，必须依旧要用入流这个功夫啊。这个入流的功夫啊，就是梵文的功夫，要用到底，从开始一直要用到成佛为止，不能够中断。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带点清啊，哈，非常舒服了，你就不用这个功夫了。那好了，你的境界就止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境界止于这一个境界，给诸位说，修其他的法门不能成就啊，因为什么呢？你没有断烦恼，你这是浮烦恼，浮住没断，不能了生死，你还是要有，还是要有轮回，所以这个事情麻烦大。那么修净土呢，功夫到这一层呢，功夫成片了，那么待业往生没有问题了。可见的这个待业往生不难的，容易啊！哎，但容易什么？六界里是结一个，你要没有这个能力，往生没有把握。诸位要晓得，到你临命终时来帮你助念，
那个可靠啊，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样子。活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往生，死了之后劝你往生，你真肯吗？到临命终时，哎呀，我这个人还没见到呢，我那个事情还没交代好呢，你看看牵肠挂肚的事情那么多，不行的，放不下了。所以学佛的，佛常常教你平常要放下啊。出家人修行比在家人方便在哪里呢？出家人没有家业，比较上简单容易啊。可是现在出家人不行啊，啊，都有财产了，啊，都有所有权状，银行都有存款，到临命终时还是放不下。不像从前出家人没财产，三衣一钵，比较上容易放下。到临命终时给他助念，哎，他想想我真的求往生，啊，现在出家人不行了。我还有庙，我还有那么多财产，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啊，又怕人家抢去，那么你自己命也没有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所以这个入流的功夫诸位要记住啊，这个是不管你是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念佛在内，这是修行的总纲领。不管你是用意识心还是用菩提心，都是这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功夫决定不能终止，念念呢都要提起来啊，这就叫觉啊。古人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觉呢就是入流，就怕你把这个忘掉，你一不入啊就出了，心就被境界转了啊。你在境界里面起了名闻利养，起了贪嗔痴慢，心就跑出去了。如果是弱流的话，绝对没有，绝对没有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绝对没有。他心清净的，平等的，虽不是真平等，但是表现在外的确实平等。真平等是吧？要入三摩地才真平等。那这个时候向平等这个路子走去，所以他的现象是平等的。啊，他心是清净的，这叫真功夫啊。现在还有一些出家人年轻的要去搞什么博士学位，搞一个头衔来，认为没有这个将来弘法利生不方便。他能成功吗？绝对不能成功。为什么呢？他心都向外攀缘，没有做入流的功夫啊。六祖大师不认识字，你看今天全世界提到六祖哪一个不崇敬？他不认识字，他不要说博士学位了，他连小学都没毕业，人家为什么尊敬他呢？他做入流功夫啊，要那个学位有什么用处啊？不要被那些世间名闻利养所欺骗啊，不能上那个当啊。当年辩荣禅师交给莲池大师的就是这一句话。莲池大师去参访的时候，三步一拜，那么样的虔诚拜到老和尚面前，求老和尚指示一条明路。老和尚就这么一句话教导他，不要被名闻利养欺骗。他一生的成就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话，死心塌地老实修行，他能成为一代祖师。那么这个第二句呢，就是把境界也解开了，所如即极，动极二相了然不生。这个境界在破五蕴里面，色蕴啊突破了，色受想行识破了这个色蕴的区域，相当于小乘阿罗汉的境界。小乘罗汉从初果就叫罗汉，初果如果到小乘的修学方法，给诸位说麻烦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最不喜欢麻烦。中国人呢，个性呢喜欢简单明了，中国的文章
它的标准是简要详明，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白。你看看古文，你们读古文观止，一篇文章短的几十个字，长的也不过两三百个字，讲得多清楚啊！现在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几千字都说不清楚。中国人说话也是简单明了，饿麻烦。那么小臣如果是正在粗果的话，就是见到位，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相当的麻烦。那么前面这两个界解开了，相当于小臣见到位。你看用这个方法比小臣人用那个办法简单多了，收的效果一样，不但收的效果一样，比小乘收的效果还要殊胜啊！因为小乘呢，他有很重的执着在里面，他必须要把再要将三界八十一品丝毫断尽，才能将我执破掉了，法执还都在。所以大乘佛法用这个方法，在功夫上等于小乘这个境界啊，但是在执着上比小乘人轻得太多。下面讲如是见证，这就是功夫不断再往前面进，绝不终止在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向上精进，闻所闻尽，这是根结。根结必须到动静这两个境界消失了，根界就现前了。古人注解这个楞严呢，有个比喻，这个六界就好比我们穿六件衣服，我们看呢只看到外面这一件，必须脱掉这个外面一件才看到里面一件。这个根界呢，是从外面来说呢是第三件，前面两件脱了才看到第三件。一般人呢很不容易发觉的啊，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的所接触的是动，一切的动向，外面境界动，我们的心也动啊。至于静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能够理解得到，可是我们静不下来，是啊，能理解到。至于根呢，那就不晓得了啊，就是外面这一件和里面这一件呢，仿佛还能看到一点，在里面在里面不知道了，必须前面两个结解开，这第三个根结就现出来了，现出来呀、就可以破它了，就是你功夫再继续不断的精进，这个定力啊越来越深，根结也解了。根结解的现象是什么呢？能受跟所受啊没有了，就受印破了啊，就是你有感受啊，你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受，这个受呢就是根基的作用，能受是它啊，所受还是它啊。那么这个结破了之后啊，那么就功夫我们常讲照住了，在念佛法门讲呢，四一心不乱得到了啊，就念佛三昧得到了，三昧正受，正受里面呢是能受所受都没有才叫正受，不像前面呢，哎，得到清安，自己有感受啊，啊，我心好清净，你还有这个受啊？你有这个受，换句话说，你根结存在啊，这个受不是正常的，所以这个要不得。只要有受啊，哪怕很清净的受都不行啊，那都是障碍。不是正受，就不是三昧。怎么办呢？继续不断的用入流的功夫，还是用烦躁的功夫，再进一步是静闻不住，觉所觉空。这第三个结解开了，第四个结现前了，第四个觉结，就是你觉受没有了，能受所受都没有了，有觉。
觉依旧是障碍。为什么呢？它是法执的障碍。你有了它，它是无明根本。楞严会上佛说过啊，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呐、啊，那就是你自己，我有觉，有觉就是无明。啊，你无觉，无觉你是凡夫，这个事情很麻烦呐、啊，越往后去境界越危险。啊，不将觉界解开，不能证得法空，不能破法执。啊，所以到一切受能受所受都没有了，只有一个觉性现前了，我们还要晓得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是究竟的境界啊！到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哦，我已经证得大觉了，我已经成佛了啊！觉性现前吗？你在看经上讲的哦，无上正等正觉，你要是误会了那糟了。好比你要到高雄去，你坐车才到个新竹，就以为到了高雄了，就下了车了，其实还远得很啊！所以这个境界一定要很清楚，依旧功夫不能简单，继续不断的去努力去反照，到空觉即圆，空所空灭。觉就是能觉所觉，能觉所觉都空了。那么觉界解开了，这个时候空现前了，空还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有能空有所空啊。能空是你入流这个功夫，所空的呢是觉，能觉所觉没有了，空了，可见的你还有能所。那么换句话，空性虽然是现前了，不圆满，功夫还要精进呐、啊，不能间断，不能终止啊，到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这个时候呢，这就是最后的一关了，灭即。生灭这六个劫，前面五个劫通是生灭法啊，你用入流的功夫把它破除了，把它消灭了，可见的它都是生灭的。总而言之，全叫生灭性。生灭性就是妄性，生灭法就是有为法啊，动灭了净生了，净灭了根生了，根灭了觉生了，觉灭了空生了，空灭了灭生了，即灭生了。那么这个即灭，灭还不是个好东西啊，还是有为法啊，是最细微的有为法，这一关很难断，断掉这一关就入三摩地了啊！入三摩地是什么？见性啊！可见的我们真如本性上有六重障碍啊，我们的真性不能现前，真性里面本有的智慧，本有的德能透不出来，起不了作用，就是上面有这六种障碍。这六种障碍去除的办法就是一个反照啊，反照的方法那太多了，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方法，念佛也是方法，念观世音菩萨也是方法，方法无量无边，原理是一个啊，都是一个道理，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所有的方法你运用的得当，通通是
结六结，破三口，啊，叫你明心见性。到这个地方呢，这就是见性啊，像《心经》里面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到这个功夫了，这还不是圆满，这就是你刚刚见性。所以说圆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啊，好像我们念佛啊，刚刚得离业心，不要以为哦得离业心就完了，还不行。但是这个时候在用功的什么呢，叫无功用道啊，也是古人所讲此处住不得离啊。这个以后的功夫是任运成就的，没有法子用力的啊，但是功夫呢还是用智照啊，所谓讲的是力思练心，这是诸位必须要懂的。你要是再要深入一层问，那到这个时候啊，他的功夫怎么用法，那么你就看四十化缘五十三参呢，就是这个方法啊。五十三参是已经入三摩地之后再修成无上道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是从圆教初住开始啊，初住菩萨是吉祥云比丘，而初住菩萨说吉祥云比丘教给他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没有一个不念佛的啊，可见的念佛法门之殊胜啊。我们自己过去真是无知啊，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也是瞧不起念佛法的，以为这是老太婆教啊，我们这样聪明有这样的智慧怎么去学这个法门，到以后经典看多了才生惭愧心。我们认为最好的最高的是佛门里的戒严众生，小广告啊，撒广告的，我们是看不起的，原来是佛法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看走了眼了，不识货啊啊，真正的宝贝也不认识，把假的当作真的啊，把释迦牟尼佛全球方便的法当作真实法，真实法不认识啊。所以这么多年呢总算是搞清楚了，这很庆幸，真正是难得，早一生搞清楚了，我也早一生到西方世界去做菩萨去了，也不会到此地来了。这一生搞清楚了，决定不会空过了。今天晚上所跟你诸位所讲的，这是讲一个开端，只是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大义法师引用《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啊，这金刚三昧呀、啊，就是三摩地啊，也就是离业心不乱啊，是同样的意思。这一段。对我们修行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会用这个方法，你的功夫就得力，你会在修行当中啊，法喜充满，你不会退心，你晓得自己在进步啊，晓得自己在进阶。你要不懂这个方法了，你这个学佛了，无论你修多少年，会半信半疑，学到最后可能变成不相信啊。古德所谓啊，学佛一年呢、啊、佛在眼前啊，你刚刚学佛好热心呐 啊学佛二年呢，佛就在西天了，变成什么越搞越老油条了，不在乎了，佛就远了。学佛三年呢，佛就化成云烟了，没有了啊。那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修行呢，你自己会感觉到这个佛与我一天一天接近，好像给他通信的啊，越来越密啊，这个感情啊越来越深啊，非常有味道。古人教我们上有故人，我们跟佛菩萨交朋友，这多自在呀 啊这多高尚的。那么向下这个普门品里面所讲的都是以这个理论做基础，所以菩萨才有那么大的能力与我们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我们有任何苦难，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必定感应。